声音乐学校，很多人对我们的概念就是我们是一个合唱团。你拿到这个书包，表示你成为我们原声音乐学校正式的什么？学生。对，正式的学生。偏乡长久以来都被忽略的，没有好的教育师资，是一个很不公平的地方。所有的文献、所有的报道，都原住民的成绩落后很大。去选择了加分以后的学校，可是都停不下。虽然是讲中文，但是我还是有时候会听不，就是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。校长，外面跟我想的世界不一样，觉得好困难。我考出来成绩不是很理想。但就倒数前三名名额，名额考。这是教育团体，所以我们要一路陪伴这些孩子到大学毕业。Box 的地方，一二三，起！人生十年，我们回家了。就是我很感谢我的妈妈，她那么坚持，也感谢校长，他能够打那一通电话，让我回到这里。虽然大家都很心疼我的妈妈，可是。在这里，就是我得到的是比母爱还要很多的东西。如果校长那时候没有来学校去选我，我身旁的每一个朋友都不会在这里。我想对四位老师、校长深深的一鞠躬。我觉得如果有人可以叫我 Eva， 叫我母语名字，会让我更有生命。我们希望原生的小孩子以原生为家，永远不要忘记这个家，回家吧。